种云就是要下暴雨。对，好，好，那跟大家更新一个行程的信息啊，这个的话是更新到今天，所以大家的话了解一下。那我们原计划的话，7月20号呢是同样的是分了专车专导，以及是普通的大巴客人这样子前往的。那因为考虑到路况的原因，方便安排的话呢，所有客人会同时就是一并乘坐大巴是过来。然后来到以后呢，就是我们先带客人去走走那个环境啊，然后就提醒他们就是一些活动的情况，然后过程中是在一个过程的一个协助。然后晚上的话呢，就是他们出来以后，我们原计划是说他们返回车上点齐人数，然后把那些 DDA 的礼品，那 DDA 的礼品就是它有果酱啊、碱酒啊，还有一些橄榄油，就是一套蜂蜜啊。蜂蜜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木盒的一个礼品送给他，在车上派的。那今天的话呢，会务组有一个更新，就是在我们刚才下来那个过道呢，当天晚上会把一些木台台子、桌面台子，然后所有的那些DDA 的礼品呢，会放在上面，由 SC coordinator 的人去派发，就不需要我们提前去领这样子了。就是所有的客人是领完以后再上车。所以呢，可能在车上我们就提醒一下客人哦，你已经领到了这个 DDA 的礼品没有？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让他去领回，这样子，每库一份，按库来分发的。消防栏。